玩两把劫。攻速还行，两个狗头，两个鹿，一个波尔比。哎，早点来开摆多好。不是早点来呀，你告诉我来开摆是不是？我把这几个都卖了。可以用义卖呀，是吧？啊，学会了吧，还学会了吧，你都晕成这样了我还能说啥。谢谢欧皇念白的钻石粉丝，谢谢。选之前按义卖，也不知道谁是云玩家啊。啊，这么牛逼呀、啊。
咱也不知道这种自信是从哪里来的。谁给你的呢？梁静茹吗？我操，这是奖励给我的吗？好的，我失去耐心了。你该不会是同行吧？笑，给攻速齐了。宁折不弯，我被他死得很痛快。
这连胜断了可以，非常好。不太想换呢，狗头下了有点难办。是不是给露露换了？给露露换小猫能更厉害点，露露好像没什么用。应该给露露换了。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为啥不是猴子呢？我失去耐心了。要攻速，攻速没有就选锁着点，搞个日炎先。时间伤害有点高啊，
确实是同行，不过同行没什么钱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五阶大师的伤害一直是这么无敌吗？给张小猫呗。先给张船长，完了给张小猫。一个攻速加个大棒，完事我拿个蓝就 OK 了。哎，千万别给这文章之书，一点用没有，没有一点用。时间，平民英雄，精英战士，平民吧，精英不是那么很好用，没用，就平民得了。平民石头人马上山，给石头人吧，石头人死得慢。吉祥物也没用。平民英魂带回来还可以。我失去耐心了。谁失去耐心了？我失去耐心了。三能扫上一个船长，三扫上一个船长上啥？人上个决斗没用，不转的，不要那个什么转回之类的东西，没有用，一点用没有。失一剑长一智就要战力海克斯，就要战力海克斯，别的不要，就要战力海克斯。啊，我一块钱。这家怎么还能赢啊？你们打不过他吗？这你们都打不过，真废呀！你们给我打死他！你们打不过，我来。怎么的？他这个站位有说法啊？
是他的站位很厉害吗？抄一波。怎么的？我看看他站位到底是多狠。他都让你们一个海克斯，你们都打不过呀？你们怎么这么废呀？这干嘛呀？到底？哎，真废物！我操！他跟我来这儿，也有有毛有鸡呀？他是个屁呀！啊，他谁不谁？我失去耐心了。我都没多少血，是真的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，剁碎他们的骨头。难道说船长也能删？只能合一手反甲了。哎，别让我打这家，我求你了，谁打这家谁倒霉。好，我失去耐心了。船长想扔了，兄弟。哎，算了，留一手。不行不行，扔了。船长上，船长只要升到三星，我们就从来没吃过分儿，明白不？我们现在一定不能急啊，一定不能急。这个同行不死，我们递不了牌。那同行他没有钱，而且他在那儿卡着呢，你明白吗？卡死他！我们不急。我们不急，靠死他啊，靠死他。你们想跑吧。同行现在很急。我只能说是血路。哎，这武器大师这么难打吗？他剩九滴血，要不你投了吧，你给我让点地儿，我这些全三我能吃到分，你吃不着，要不你死得了啊，你给我腾点地儿呗，要不赶紧死吧，别地了，地你也地不来啥玩意儿了。非得在这靠着我吗？嗯，这么多锁子甲到底是想干什么？
还搁那第一呢。我和豆豆看起来很轻松。我入死了吧，应该不能死不了，八千死，我触发背水一战，你赶紧死吧，你说你磨磨唧唧的死了得了，瑞饼先不要了，失去耐心了，你这名画咋整？操你奶奶！望诸天见证，我随时要当你。魏文补一张，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哦，这个日女有点猛啊，还好让我小猫给点名了，锁住了，应该强度够了，只是没有那么顺而已。我从不退缩。本来我的虾子跟瑞饼都能删的，少了两张三星。啥能用着玩了吗？骑着来，那个人肯定是要日女儿。哎，啊，被这个人拿走。瑞文感觉有点少啊！我从不退缩。因为瑞文都在那家呢。这家六八个，这家八个瑞文。
生息在此。五个重伤。重伤走。为了更大的良善。是公办而已。我奉陪到底。顶尖作战。哎，你这怎么有个人让我卖了从地是什么意思呢？玩呢是吧？是嫌我这你是嫌我吃得着分了是吧？能删吗？能吗？能吗？这两星日女有点厉害，这两星日女也干不过呀，还带夜印呢。啥也不是，臭弟弟一个。瑞饼能删吗？瑞饼，瑞饼。玩吧，都说可以了，来一个，提升一点。这啥玩意儿啊？
女儿不行打我的瑞文。名儿都喊不对，喊对了他也不给。打不过，刚才是打镜像。干不过，我这个女儿太猛了。拿个第二 OK 不？靠，我满入他，他满入我，我拿第三，行，差两滴血。哎呀，这个两星日女太狠了，他这个两星日女太猛了，带火炮的。